我们要谈的是日不落，今天示范的是卡西欧的数位钢琴3100，它本身是附有伴奏的。好，那我们先选节奏的部分。节奏呢，我们是选择了就是流行，就是这个 pop 当中的这个 electric pop 103的部分。那它这是带有电子音乐的。好，那音色的部分，我们选择的是音色，我们选择的是这个 other 其他的部分，因为呢，它这是属于合成乐哦，我们是 square lead one， 就是232的部分。好，那接着呢，我们就一样开启我们的这个是同步，然后开启卡西欧的话不叫 ACMP， 它叫做 ACCOMP。你要开启这个，然后再来间奏，它有两组，就是一个是 normal 的 variation， 就是 fill in， 就是代表是 A 的意思，那 variation 就变奏，代表 B 的意思。好，那灯光开始闪的时候，我们请小葵帮我们示范弹奏这一首《日不落》。